原标题：乾隆弟弟活着给自己办丧事，打劫运钞车，乾隆却为何管不住他？乾隆的弟弟和亲王弘昼算得上是史上最荒唐的王爷团。他生前曾多次亲自为自己办丧事，他一办丧事，大臣及王公贵族们就得送礼，为此他搜刮聚敛了不少钱财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可是乾隆皇帝却基本上没有惩罚过他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弘昼是雍正的皇五子，生母是纯义皇贵妃耿氏。弘昼据诏按清朝祖制，生母是不能养自己亲生儿子的，所以弘昼生下来后便由弘历的母亲熹妃抚养。熹妃这个人非常善良，对待别人的孩子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好，所以对弘昼一直很照顾。乾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孝子，对他母亲非常孝顺，或许是他看到他母亲特别照顾弘昼，所以对弘昼也非常好。他继位以后，把雍亲王府邸的财产，也就相当于他家的祖产，全部都赐给了弘昼。这样一来，弘昼成了亲王中最有钱的一个。可就算这样，弘昼似乎依然觉得自己很差钱，除了活着给自己办丧事敛财外，他还干了一件更荒唐的事情。有一次，造币局的运钞车装着满满一车新钱，准备送到户部去，途经弘昼的府邸，弘昼发现了，将车马劫到自己府中，还关上门，坚决不让出去。乾隆知道后非常生气，想到他昔日荒唐的行为，决定要狠狠惩罚他一次，让他长点记性。根据大清律法，拦截运钞车根据情况的严重性要处以流放的惩罚。乾隆骑马图，乾隆想到已经被他加封为孝圣宪皇太后的母亲平日很娇惯弘昼，若是流放得太远，必定会惹母亲生气，于是权衡之后决定让他去沈阳守皇陵。可是没想到孝圣宪皇太后知道后很不高兴，马上也跟着打点行李要陪弘昼去守陵。乾隆当然不同意，孝圣宪皇太后要是去守陵，天下人都会说自己不孝的，所以乾隆没办法撤销了对弘昼的惩罚。乾隆心想，这下母亲应该不生气了吧。可是他去请安时，孝圣宪皇太后还是黑着脸不理他，他左顾右顾就是没用。后来还是孝圣宪皇太后的贴身侍女悄悄对他说，孝圣宪皇太后说他都快要入土的人了，还不知道金山银山长什么样呢。孝圣宪皇太后想，为了让孝圣宪皇太后高兴，乾隆马上命户部拿出国库里的钱堆了一座金山一座银山让他欣赏。孝圣宪皇太后看了脸色缓和了许多，然后他就对乾隆说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弟弟要打劫运钞车吗？就是因为他没有钱，太穷了，你干脆把这些都少给他，免得他日后又生出乱子来。乾隆大吃一惊，赶紧说，这钱又不是我的，是国家的，我都是在户部打借条借的。可是不管乾隆怎么说，孝圣宪皇太后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最后乾隆没办法，只得把这些金银都赏赐给了弘昼。自那以后，乾隆就特别提防弘昼，生怕他又仗着母亲闹出什么乱子来。所以后来乾隆不管到哪儿去都带着母亲孝圣宪皇太后，免得母亲听信弘昼的教唆。不过就算如此，弘昼依然仗着孝圣宪皇太后的宠爱胡作非为，闹出了非常多的荒唐事。参考史料《清高祖实录》《清史稿》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